掌门人曾志伟带队在年三十晚移师澳门拍摄直播贺年 show， 掌门人开心迎兔年百老汇，同观众一起送虎迎兔，场面热闹。掌门人仲向台下观众大派利是啊！一众艺人分为三队进行游戏比拼，玩得相当开心。而除了玩掌门人传统游戏之外，大家亦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表演，献唱多首经典歌。郭柏言和丁志朗在剧集《下楼上车》续饰演情侣，大受观众欢迎。近期 Rosita 和子朗又一起拍住相，为新剧夺命提示开工。有传话呢对荧幕 CP 戏假情真，在现实生活都成为一对。呢日两位当事人亦有回应绯闻啊！实中咧，咁有冇呢啲即系 CP 嘅经历啊？嗰啲啊？现实中嘅 CP 经历喺个剧入边有发生咯。系啊，但现实中系好朋友嚟嘅。其实好朋友嘅。啊，系啊，丁丁都好照顾，即系做司仪嗰阵时好照顾 Rosita 啊，系咪啊？个个都好照顾咯，最照顾咧就系我外母，我最中意嘅你姨姐。又啱喎。系啦，系啊。有照顾过我咩？你姨姐喺度，唔係我諗緊有咩照顧過我咧？你好照顧我先啊嘛！佢捽你大髀，喂，呢啲係真嘅，嗰個係真嘅。但係我見佢平時都好照顧露絲塔嘅。嗱，你姨姐都咁講啦，咁你批唔批准先呢對 CP？ 問翻佢老豆啦。我哋下次留翻問翻咩？問翻阿聰哥係啦。羅旭兒乖巧可愛嘅妹妹形象深入人心，但大家可能都估唔到，其實佢都有另外一面。看他彈著電吉他，和大祖兒一起唱日文歌，相當熱血啊！成件事好突然，所以其實我支吉他咧都係問臨時問對 band 借，咁我覺得佢好多謝佢哋肯借支吉他俾我，真係唔好意思搞到你哋支吉他添。係啊，多謝你彈到好好有型。多謝，好緊張，真係好緊張，超緊張，好緊張，好緊張，真係好緊張。係嘅，係嘅，係嘅。愛回家隊亦有帶嚟精彩表演，善立文同吳偉豪吉他伴奏，拍住陳俊廷同臨時加入嘅丁子朗獻唱經典歌。四位俊男的组合相当养眼，炮哥仲讲笑话，自己带埋吉他上台是有特别意思的。我哋係即係琴晚臨危受命，我兩點鐘先開始即係要知道有呢批嘢，咁啊突然之間咁啊諗住即刻招兵買馬啦，咁啊有兩個啦，親母啊無端端話哎呀要唱一首歌，仲要啊彈埋吉他咁樣，我真係好彩啊最後都補救到，希望大家中意啦嚇，寫曬譜咁樣咧。咁啊，炮哥又度埋究竟要唱邊一段啊？同埋有，因為兩首歌黐埋一齊咧，佢仲要諗一個轉接位咧。咁因為嗰個時候我已經瞓著咗，今朝開工咁啊，炮哥交俾你咯。開頭就冇嘢難到我哋噶，不過後來有個丁子朗咧，演出結束第二日，大家就會啟程翻香港同親朋好友相聚。JW 王浩儿同富二代男友拍拖多年，雖然男友屋企生意喺舊年宣布破產，不過兩人依然感情穩定。似乎未受到呢场风波嘅影响，
唔知 JW 今年会唔会去男朋友屋企拜年呢？全部屋企都去拜年，总之边个地方揾咗坤哥先，其实点都揾咗坤哥攞咗利是先。系喎，第一要送曲奇饼，曲奇饼俾我，要曲奇饼要送。咁你嚟拜年要送嘢噶嘛？哦，我系人哋送乜嘢俾你？呢个好似唔系太好啊。